主料鸡蛋二，米饭自定。辅料番茄大个，姜葱少量，猪油少量，蔬菜少量。准备好材料，蔬菜、剩饭、煎蛋大，倒入水，放入米饭，放蔬菜，放入番茄、姜葱，放入出锅。喜欢汤多的可以多放点水，早点起锅。懒人最爱烹饪技巧，煎蛋慢慢倒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